怎么着啊，万叔？好，今儿个去我那儿喝两杯啊。您一句话，一言为定啊。好好好好好。哎，小张，哎，你今儿个把这个猪放在那个地方啊？是，你们里边还有人吗？没有了，我是最后一个。好。哎，李辉，哎，陈总，我问一下，严小泉是不是从下午到现在都没回来过？不知道啊。啊，没事。还有人吗？今儿晚上，咱俩喝好，喝喝。喝好，一这防火防修，对，一最防修。哪位？嘿，喂，你好，我是 DH 的程志远。啊，程总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哎，请问你跟杨小晨在一起吗？没有，我们在苏绣工厂就分开了。大概几点分开的？大概6:30吧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喂，哪位啊？哎，喂，你好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今天下午去你那边的严经理他还在吗？严经理应该早就离开了吧？厂长，仓库好像着火了！啊？什么？赶紧打119啊！着火了！志远，志远！苏绣工厂着火了！严小晨在仓库。快到了，肖战也在仓库。程总，你注意安全！志远，Cindy!